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ulia 彭佳慧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想大家最近应该都待在家里吧？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家里的时候会听的一份歌单，里面有20首歌，无论是我在做家事，然后管小孩、做饭、煮菜，然后运动，然后看书，做任何事情的时候。我可以依照我各种不同的心情的感觉去听的一份歌单，里面会有 Coldplay，有 Maroon 5，有 Seal，有孙盛希，还有Gloria Solange，还有Jazz 的 Ella Fitzgerald，还有黄轩、瘦子、魏如萱等等，当然还有彭佳慧。这份歌单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都会跟孩子们一起分享。当然，其中里面也有几首歌是孩子们很喜欢听的，所以希望这份二十首歌的歌单，可以安慰大家在防疫期间在家里无聊的时候、难受、忧郁、开心、矛盾的时候，都可以抚慰大家小小的片刻。我们要一起度过这个难关，大家一起加油！